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波涅盘经卷第二十四，北梁天竺三藏谭无谶奉诏译。光明遍照，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四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，成就具足第二功德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，昔所不得而今得之，昔所不见而今见之，昔所不闻而今闻之，昔所不道而今得道，昔所不知而今知之。云何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？所谓神通，昔所不得而今乃得。通有二种，一者内，二者外。所言外者，与外道共，内复有二，一者二圣，二者菩萨。菩萨修行大涅槃经，所得神通，不与声闻辟支佛共。云何名为不与声闻辟支佛共？二圣所作神通变化，一心作一，不得众多。菩萨不尔，于一心中则能具足现五趣身。所以者何？以得如是大涅槃经之势力故，是则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。又复，云何昔所不得而今得之？所谓身得自在，心得自在，何以故？一切凡夫所有身心不得自在，或心随身，或身随心。云何名为心随于身？譬如罪人久在身中，耳时身动，心亦随动，亦如身懒，心亦随懒，是则名为心随于身。又如婴儿，其身至小，心亦随小，大人身大，心亦随大。又如有人身体粗涩，心常思念，欲得膏油润自令软，是则名为心随于身。云何名为身随于心？所谓去来坐卧，修行施戒忍辱精进，愁恼之人身则羸脆，欢喜之人身则肥鲜，恐怖之人身体颤动，专心听法身则愉悦，悲戚之人涕泪横流，是则名为身随于心。菩萨不尔，于身心中具得自在，是则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所现身相犹如微尘，以此微身悉能遍至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无所障碍，而心常定，初步移动，是则名为心不随身。是亦名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，
何故复明？昔所不到，而今能到？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等所不能到，菩萨能到。是故名为昔所不到，而今能到。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等，虽以神通不能变身，如细微尘变至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声闻缘觉，身若动时，心亦随动，菩萨不耳。心虽不动，身无不至，是名菩萨心不随身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化身犹如三千大千世界，以此大身入一尘身，其心耳识亦不随小。声闻缘觉虽能化身令如三千大千世界，而不能以如此大身入微尘身。于此事中尚自不能，况能令心而不随动？是名菩萨心不随身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以一音声能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闻，心中不念，令是音声遍诸世界，使诸众生悉所不闻而今得闻。而是菩萨一出不言，我令众生悉所不闻而今得闻。菩萨若言因我说法令诸众生不闻闻者，当知是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众生不闻我为说者，如此之心是生死心。一切菩萨是心已尽，已是义故，菩萨摩诃萨所有身心不相随逐。善男子，一切凡夫身心相随，菩萨不耳，为化众生故，虽现身小心亦不小。何以故？诸菩萨等所有心性常广大故，虽现大身心亦不大。云何大身？身如三千大千世界。云何小心？行婴儿行。以是义故，心不随身。菩萨摩诃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，缘久不饮而心亦动，心无悲苦，目亦流泪，实无恐怖，身亦颤栗。以是义故，当知菩萨身心自在，不相随逐。菩萨摩诃萨为现一身，而诸众生个个见义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，昔所不闻而今得闻？菩萨摩诃萨先取声相，所谓象声、马声、车声、人声、背声、鼓声、箫笛等声、歌声、笑声而修集之。以修集故，能闻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狱音声。复转修集，得一耳根，异于声闻缘觉天耳。何以故？二圣所得清净耳通，若依初禅净妙四大，唯闻初禅，不闻二禅，乃至四禅亦复如是。虽可依时得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声，而不能闻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音声。以是义故，菩萨所得异于声闻缘觉耳根。以是义故，昔所不闻而今得闻，虽闻音声而心初无闻声之相，不作有相、常相、乐相、我相、镜相、主相、
依相、坐相、因相、定相、果相，以是义故，诸菩萨等悉所不闻，而今得闻。尔时，光明遍照，高贵德王菩萨言：若佛所说不作定相，不作果相，是亦不然，何以故？如来先说，若人闻是《大涅槃经》一句一字，必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来于今云何复言无定无果？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即是定相，即是果相，云何而言无定无果？闻恶生故，则生恶心；生恶心故，则至三途。若至三途，则是定果。云何而言无定无果？尔时如来赞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能作是问。若是诸佛说诸因生有定果相者，则非诸佛世尊之相，是魔王相、生死之相、远涅槃相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佛凡所演说无定果相。善男子，譬如刀中照人面相，竖则见长，横则见阔。若有定相，云何而得竖则见长，横则见阔？以是义故，诸佛世尊凡所演说无定果相。善男子，夫涅槃者，实非生果。若是涅槃是生果者，当知涅槃非是常法。善男子，譬如世间从因生法，有因则有果，无因则无果。因无常故，果亦无常。所以者何？因亦作果，果亦作因。以是义故，一切诸法无有定相。若是涅槃从因生者，因无常故，果亦无常；而是涅槃不从因生，体非是果，是故为常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涅槃之体无定无果。善男子，夫涅槃者，亦可言定，亦可言果，云何为定？一切诸佛所有涅槃常乐我净，是故为定。无生老坏，是故为定。依阐提等犯四众尽，诽谤方等作无逆罪，舍除本心，必定得故，是故为定。善男子，如汝所言，若人闻我说大涅槃一字一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汝于是意犹未了了，汝当谛听，吾当为汝更分别之。善男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大涅槃一字一句，不作字相，不作句相，不作文相，不作佛相，不作说相，如是义者，名无相相。以无相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如汝所言，闻恶生故到三途者，是亦不然。何以故？非以恶生而至三途，当知是果乃是恶心。所以者何？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虽闻恶声，心不生恶，是故当知非因恶声生三途中。而诸众生因烦恼结、恶心滋多，生三恶趣，非因恶声。若声有定相，诸有闻者，一切悉应生于恶心。或有声者，有不生者，是故当知生无定相。以无定相故，虽复因之不生恶心。世尊，生若无定，
云何菩萨昔所不闻而今得闻？善男子，生无定向，昔所不闻，今诸菩萨而今得闻。以是义故，我作是说：昔所不闻而今得闻。善男子，云何昔所不见而今得见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先取名相，所谓日月星宿、亭燎灯烛、诸火之明、药草等光，以修集故得一眼根，异于声闻缘觉所得。云何为异？二圣所得清净天眼，若依欲界四大眼根，不见初禅；若依初禅，不见上帝，乃至自眼犹不能见。若欲多见，即至三千大千世界。菩萨摩诃萨不修天眼，见妙色身，悉是古相，虽见他方恒河沙等世界色相，不作色相，不作常相、有相、物相、名字等相，作因缘相，不作见相，不言是眼微妙境相，唯见因缘，非因缘相。云何因缘？色是眼缘，若使是色非因缘者，一切凡夫不应生于见色之相。以是义故，色名因缘，非因缘者，菩萨摩诃萨虽复见之，不生色相，是故非缘。以是义故，菩萨所得清净天眼，异于声闻缘觉所得。以是义故，依时遍见十方世界，现在诸佛，是名菩萨昔所不见而今得见。以是义故，能见微尘声闻缘觉所不能见。以是义故，虽见自眼初无见相，见无常相，见凡夫身三十六物不净充满，如于掌中观阿摩勒果。以是义故，昔所不见而今得见。若见众生所有色相，则知其人大小圣根，一处依故，亦知是人善恶诸根差别之相。以是义故，昔所不知而今得知，以一境故，昔所不知而今得知，以此知故，昔所不见而今得见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？菩萨摩诃萨虽知凡夫贪恚痴心，初不作心即心数相，不作众生即以物相，修第一义毕竟空相，何以故？一切菩萨常善修集空性相故，以修空故，昔所不知而今得知。云何为知？知无有我，无有我所，知诸众生皆有佛性，以佛性故，依阐提等舍离本心，悉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此皆是声闻缘觉所不能知，菩萨能知，以是义故，昔所不知而今得知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？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念过去世一切众生所生种性、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属知识愿增，于一念中得殊意智，异于声闻缘觉智慧。云何为异？声闻缘觉所有智慧，念过去世所有众生种性、父母乃至愿增，而作种性至愿增相，菩萨不尔，
虽念过去种姓父母乃至怨憎，终不生于种姓父母怨憎等相，常作法相空寂之相，是名菩萨悉所不知而今得知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悉所不知而今得知？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得他心智，亦于声闻缘觉所得。云何为意？声闻缘觉以一念智知人心时，则不能知地狱畜生恶鬼天心。菩萨不尔，于一念中便知六趣众生之心，是名菩萨悉所不知而今得知。复次，善男子，复有意知，菩萨摩诃萨于一心中知须陀洹初心次第至十六心，以是意故悉所不知而今得知，是为菩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二功德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舍慈得慈，得慈之时不从因缘，云何名为舍慈得慈？善男子，慈名是地，菩萨摩诃萨舍是地慈得第一义慈，第一义慈不从缘得。复次，云何舍慈得慈？慈若可舍，名凡夫慈；慈若可得，即名菩萨无缘之慈。舍一阐提慈，犯四众尽慈，谤方等慈，作无逆慈，得怜悯慈，得如来慈，世尊之慈，无因缘慈。云何复名舍慈得慈？舍黄门慈，无根二根女人之慈，徒快烈尸蓄养鸡猪如是等慈，亦舍声闻缘觉之慈，得诸菩萨无缘之慈，不见自慈，不见他慈，不见持戒，不见破戒，虽自见悲，不见众生，虽有苦受，不见受者，何以故？以修第一真实义故，是名菩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有十事，何等为十？一者，根深难可清拔；二者，于自身生决定想；三者，不观福田及非福田；四者，修净佛度；五者，灭除有余；六者，断除业缘；七者，修清净身；八者，了知诸缘；九者，离诸怨敌；十者，断除二边。云何根深难可请拔？所言根者，名不放逸；不放逸者，为是何根？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。善男子，一切诸佛诸上根本皆由不放逸，不放逸故，诸于上根转转增长，以能增长诸善根故，于诸善中最为殊胜。善男子，如诸迹中相迹为上，不放逸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最为殊胜。善男子，如诸明中日光为最，不放逸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最为殊胜。善男子，如诸王中转轮圣王为最第一，不放逸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为最第一。善男子，
如诸流中四合为最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为最为上。善男子，如诸山中须弥山王为最第一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为最第一。善男子，如水生花中青莲花为最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为最为上。善男子，如陆生花中婆利施花为最为上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为最为上。善男子，如诸兽中狮子为最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为最为上。善男子，如飞鸟中金翅鸟王为最为上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为最为上。善男子，如大身中罗侯罗阿修罗王为最为上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为最为上。善男子，如一切众生若二足四足多足无足中如来为最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善法中为最为上。善男子，如诸众中佛僧为上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善法中为最为上。善男子，如佛法中大涅槃法为最为上，不放一法亦复如是，于诸善法为最为上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不放一根，身故难拔，云何不放一故而得增长？所谓性根、戒根、施根、慧根、忍根、闻根、净根、念根、定根、善知识根，如是诸根不放一故而得增长，以增长故身故难拔，以是义故名为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根身难拔。云何于身作决定想？于自身所生决定心，我今此身于未来世定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气，心亦如是，不作狭小，不作变异，不作声闻辟支佛心，不作魔心及自乐心，要生死心，常为众生求慈悲心。是名菩萨于自身中生决定心，我于来世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气，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，于自身中生决定想。云何菩萨不观福田及非福田？云何福田外道持戒上至诸佛是名福田，若有念言如是等辈是真福田，当知是心则为狭劣。菩萨摩诃萨悉观一切无量众生无非福田，何以故？以善修集意念处故，有意念处善修集者，观诸众生无有持戒即以毁戒，常观诸佛世尊所说施虽四种俱得净报，何等为四？一者施主清净，受者不净；二者施主不净，受者清净；三者施受俱净；四者二俱不净。云何施净受者不净？施主具有戒闻智慧，知有慧施及施果报，受者破戒专着邪见，无施无报，是名施净受者不净。云何名为受者清净施主不净？施主破戒专着邪见，言无慧施及施果报，受者持戒多闻智慧，知有慧施及施果报，是名施主不净受者清净。
云何名为施受俱敬？施者受者具有持戒多闻智慧，知有慧施即施果报，是名施受二俱清净。云何名为二俱不净？施者受者破戒邪见，言无有施即施果报。若如是者，云何复言得净果报？以无施无报故，名为净。善男子，若有不见施即施报，当知世人不明破戒专着邪见。若依声闻言不见施即施果报，是则名为破戒邪见。若依如是大涅槃经不见慧施即施果报，是则名为持戒正见。菩萨摩诃萨有意念处，以修集故，不见众生持戒破戒，施者受者即施果报，是故得名持戒正见。以施意故，菩萨摩诃萨不观福田即非福田。云何名为净佛国度？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离杀害心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众生得寿命长，有大势力，获大神通，以是誓愿因缘力故，于未来世成佛之时，国度所有一切众生得寿命长，有大势力，获大神通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离偷盗心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佛国土地所有纯实七宝众生富足，所欲自自，以此誓愿因缘力故，于未来世成佛之时，所得国度纯实七宝众生富足，所欲自自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离淫欲心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佛度所有众生无有贪欲嗔恚痴心，亦无饥渴苦恼之者，以是誓愿因缘力故，于未来世成佛之时，国度众生远离贪淫嗔恚痴心，一切无有饥渴苦恼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离妄语心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佛度常有花树果树香树，所有众生得妙音声，以是誓愿因缘力故，于未来世成佛之时，所有国度常有花树果树香树，其中众生悉得清净上妙音声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远离两舌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佛度所有众生常共和合讲说正法，以是誓愿因缘力故，成佛之时，国度所有一切众生悉共和合讲论法要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远离恶口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佛度地平如掌，无有沙砾瓦石之属，荆棘恶刺，所有众生其心平等，以是誓愿因缘力故，
于未来世成佛之时，所有国度地平如掌，无有沙砾荆棘恶刺，所有众生其心平等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离无异语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佛度所有众生无有苦恼，以是誓愿因缘力故，于未来世成佛之时，国度所有一切众生无有苦恼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远离贪嫉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佛度一切众生无有贪嫉恼害邪见，以是誓愿因缘力故，于未来世成佛之时，国度所有一切众生悉无贪嫉恼害邪见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远离恼害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佛国度所有众生悉共修集大慈大悲得一子力，以是誓愿因缘力故，于未来世成佛之时，世界所有一切众生悉共修集大慈大悲得一子力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，远离邪见，以此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愿诸佛度所有众生悉得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以是誓愿因缘力故，于未来世成佛之时，世界众生悉得受持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菩萨修净佛度。云何菩萨摩诃萨灭除有余，有余有三：一者烦恼余报，二者余业，三者余有。善男子，云何名为烦恼余报？若有众生习尽贪欲，是报熟故，堕于地狱，从地狱出受畜生身，所谓鸽、雀、鸳鸯、鹦鹉、奇婆、奇婆，舍利且鸟、青雀、鱼、鳖、猕猴、张鹿，若得人身，受黄门行，女人、二根、无根、淫女，若得出家，犯出众戒，是名余报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有众生以因众心习尽嗔恚，是报熟故，堕于地狱，从地狱出受畜生身，所谓毒蛇，具四种毒：见毒、触毒、孽毒、虚毒。狮子、虎狼、熊匹、猫狸、鹰、药之属，若得人身，具足十六诸恶律仪，若得出家，犯第二重戒，是名余报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有修习愚痴之人，是报熟食，堕于地狱，从地狱出受畜生身，所谓象、猪、牛、羊、水牛、藻、狮、文蒙、蚁子等形，若得人身，聋盲、阴哑、聋残、背履，诸根不具，不能受法，若得出家，诸根暗钝，喜犯众戒乃至五钱，是名余报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有修习骄慢之人，是报熟时堕于地狱，从地狱出受畜生身，所谓粪虫、驼驴、犬马，若生人中受奴婢身、贫穷、乞丐，获得出家，常为众生之所轻戒，
破第四戒是名愚报，如是等名烦恼愚报。如是愚报，菩萨摩诃萨已能修集大涅槃故，悉得断除。云何愚业？为一切凡夫业、一切声闻业、须陀洹人受七有业、斯陀含人受二有业、阿那含人受色有业，是名愚业。如是愚业，菩萨摩诃萨已能修集大涅槃故，悉得断除。云何愚有？阿罗汉得阿罗汉果，辟支佛得辟支佛果，无业无劫而转二果，是名愚有。如是三种有余之法，菩萨摩诃萨修集大圣大涅槃经，故得灭除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灭除有余。云何菩萨修清净身？菩萨摩诃萨修不杀戒，有五种心，为下中上、上上、上中上，乃至正见亦复如是。是五十心名初发心，具足决定成五十心，是名满足。如是百心名百福德，具足百福成于一相。如是辗转具足成就三十二相，名清净身。所以复修八十种好，是有众生是八十种神。何等八十？十二日、十二大天、五大星、北斗、马天、行道天、婆罗堕、跋舍天、功德天、二十八宿、地天、风天、水天、火天、梵天、楼陀天、阴提天、橘摩罗天、八臂天、摩西首罗天、半舍罗天、鬼子母天、四天王天、造书天、菩叟天，是名八十。为此众生修八十好，以自庄严，是名菩萨清净之身。何以故？是八十天一切众生之所信服，是故菩萨修八十好，其身不动，令彼众生随其所信，各个耳见，见以增敬，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以是义故，菩萨摩诃萨修于净身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欲请大王，要当庄严所有舍宅，即令清净，半具种种，百味肴膳，然后王当就其所请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欲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轮王故，先当修身，即令清净，无上法王乃当处之。以是义故，菩萨摩诃萨要当修于清净之身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欲服甘露，先当净身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欲服无上甘露法味般若波罗蜜者，要当先以八十种好清净其身。善男子，譬如妙好金银余器成之净水，钟表俱净，菩萨摩诃萨其身清净亦复如是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水，钟表俱净。善男子，如波罗奈素白之衣亦受染色，何以故？性白净故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身净故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是义故，菩萨摩诃萨修于净身。云何菩萨？善知诸缘，菩萨摩诃萨不见色相，不见色缘，不见色体，不见色声，不见色灭，不见衣相，不见意相，不见见者，不见相貌，不见受者，何以故？了因缘故。如色，一切法亦如是，是名菩萨了知诸缘。云何菩萨离诸怨敌？一切烦恼是菩萨怨敌，菩萨摩诃萨常远离故，是名菩萨
坏诸怨敌。五住菩萨是诸烦恼不明为怨，所以者何？因烦恼故，菩萨有生，以有生故，故能辗转教化众生，以是义故，不明为怨。何等为怨？所谓诽谤方等经者，菩萨随生不为地狱畜生恶鬼，唯为如是谤方等者。一切菩萨有八种魔，名为怨家，远是八魔，名离怨家，是名菩萨离诸怨家。云何菩萨远离二边？言二边者，为二十五有及爱烦恼。菩萨常离二十五有及爱烦恼，是名菩萨远离二边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，具足成就第四功德。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：如佛所说，若有菩萨修大涅槃，悉作如是十世功德，如来何故唯修九世，不修净土？佛言：善男子，我于往昔亦常具修如是十世，一切菩萨及诸如来无有不修是十世者。若使世界不净充满，诸佛世尊于中出者，无有是处。善男子，如今莫为诸佛出于不净世界，当知是心不善暇令。如今当知，我实不出阎浮提界。譬如有人说言，此界独有日月，他方世界无有日月。如是之言无有毅力。若有菩萨发如是言，此佛世界秽恶不净，他方佛度清净严厉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四十二恒河沙等诸佛国度，彼有世界名曰无胜，彼度何故名曰无胜？其度所有严厉之事，悉皆平等，无有差别，犹如西方安乐世界，亦如东方满月世界。我于彼度出现于世，为化众生故，于此度阎浮提中现转法轮，非但我身独于此中现转法轮，一切诸佛亦于此中而转法轮，以是义故，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世。善男子，此世菩萨以誓愿故，当来之事令此世界清净庄严，以是义故，一切诸佛所有世界无不严净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，具足成就第五功德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五功德有五事，何等为五？一者诸根顽具，二者不生边地，三者诸天爱念，四者常为天魔沙门刹利婆罗门等之所恭敬，五者得宿命智。菩萨已是大涅槃经因缘力故，具足如是五世功德。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言：如佛所说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于布施，则得具足五世功德。今云何言因大涅槃得是五世？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如是之事其义各异，今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师得五世，不定不常不净不胜不异，非无漏，不能利益安乐怜悯一切众生。若依如是大涅槃经所得五世，是定是常是净
是圣，是义，是无漏，则能利益安乐怜悯一切众生。善男子，夫布施者则离饥渴，大涅槃经能令众生悉得远离二十五有可爱之病。布施因缘令生死相续，大涅槃经能令生死断不相续。因布施故受凡夫法，因大涅槃得作菩萨。布施因缘能断一切贫穷苦恼，大涅槃经能断一切贫善法者。布施因缘有份有果，因大涅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份无果。是名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，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六功德？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得金刚三昧，安住世中，悉能破散一切诸法，见一切法皆是无常，皆是动向，恐怖因缘，病苦劫道，念念灭坏，无有真实，一切皆是魔之境界，无可见相。菩萨摩诃萨住世三昧，虽是众生乃至不见一众生时，为众生故精勤修集施波罗蜜，乃至修集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。菩萨若见有一众生不能毕竟具足成就檀波罗蜜乃至具足般若波罗蜜，善男子，譬如金刚所拟之处无不碎坏，而是金刚无有折损，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所拟之法无不碎坏，而是三昧无有折损。善男子，如珠宝中金刚最胜，菩萨所得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于诸三昧为最第一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修是三昧，一切三昧悉来归属。善男子，如诸小王悉来归属转轮圣王，一切三昧亦复如是，悉来归属金刚三昧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为国怨仇，人所厌恨，有人杀之，一切世人无不称赞，世人功德，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菩萨修集能坏一切众生怨敌，是故常为一切三昧之所宗敬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其力胜壮，人无当者，复更有人力能扶之，当之是人世所称美，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力能摧伏难伏之法，已是义故，一切三昧悉来归属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在大海域，当之是人已用诸河泉池之水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修集如是金刚三昧，当之以为修集其余一切三昧。善男子，如香山中有一泉水，名阿诺婆塔多，其泉具足八味之水，有人饮之，无诸病苦，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具八正道，菩萨修集，断诸烦恼，疮疣重病。善男子，如人供养摩西首罗，当知是人以为供养一切诸天，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有人修集，当知以为修集一切诸余三昧。善男子，若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，见一切法无有障碍，如于掌中观阿摩勒国，菩萨虽复得如是见，终不坐想见一切法。善男子，
譬如有人坐四渠道头，见诸众生来去坐卧，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见一切法生灭出没。善男子，譬如高山有人登之，远望诸方皆悉明了，金刚定山亦复如是，菩萨登之，远望诸法无不明了。善男子，譬如春月天降甘雨，其低微至，坚无空处，明眼之人见之了了，菩萨一耳得金刚定清净之目，远见东方所有世界，其中或有国度成坏，一切皆净，了了无障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如游前陀山七日并出，其山所有树木丛林一切烧尽，菩萨修集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所有一切烦恼丛林即时消灭。善男子，譬如金刚虽能摧破一切有物，终不生念我能摧破。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菩萨修已能破烦恼，终不生念我能坏劫。善男子，譬如大地能持万物，终不生念我力能持，火亦不念我能烧物，水亦不念我能润字，风亦不念我能动物，空亦不念我能容受，涅槃亦复不生念言我令众生而得灭度。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虽能灭除一切烦恼而出无心言我能灭。若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，于一念中变身如佛，其数无量，遍满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。尔是菩萨虽作是化，其心初无骄慢之想。何以故？菩萨常念谁有是定，能作是化，唯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，乃能作耳。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，于一念中遍到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还其本处，虽有势力亦不念言我能如是。何以故？以是三昧因缘力故，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，于一念中能断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所有烦恼，而心初无断诸众生烦恼之想。何以故？以是三昧因缘力故，菩萨住是金刚三昧，以一音声有所演说，一切众生各随种类而得解了，视现一色，一切众生各个皆见种种色相，安住一处，身不一意，能令众生随其方面各个耳见，演说依法，若借若入，一切众生各随本解而得闻之。菩萨安住如是三昧，虽见众生而心初无众生之相，虽见男女无男女相，虽见色法无有色相，乃至见时亦无时相，虽见昼夜无昼夜相，虽见一切无一切相，虽见一切烦恼诸结亦无一切烦恼之相，虽见八圣道无八圣道相，虽见菩提无菩提相，虽见涅槃无涅槃相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一切诸法本无相故，菩萨已是三昧力故，见一切法如本无相。何故名为金刚三昧？善男子，譬如金刚
若在日中色泽不定，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在于大众色亦不定，是故名为金刚三昧。善男子，譬如金刚，一切世人不能评价，金刚三昧亦复如是，所有功德一切人天不能评量，是故复名金刚三昧。善男子，譬如贫人得金刚宝，则得远离贫穷困苦、恶鬼邪毒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得是三昧，则能远离烦恼诸苦、诸魔邪毒，是故复名金刚三昧。是名菩萨修大涅槃，具足成就第六功德。《大波涅槃经》卷第24。